这是我的房子，现在从后院的角落开始看起，地上一大堆的杂草还在那边拔，然后那边是一个小房，储存工具的小房子，然后这个是从后院看着车顶上的屋瓦，是那种砖瓦，因为这边实在太热了，白天的时候如果说是用普通的屋瓦的话会热毙了。